大家好，平安。今天咱来纪念清明节，咱的心情要怎样定位？悲伤、不甘、郁卒，还是感恩？我想这个心情当时真难找。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中间，咱有真侪代志发生，所遇到的这个艰苦事、困难，咱的心里面会苦楚。但是在苦楚过程的中间，到底咱是停留在哀伤？停留在心碎，还是咱会当慢慢啊寻求上帝安慰引带，咱来看见讲，这个事会当过去，然后咱会当看见，也佫有上帝恩典的手，感谢上帝，也佫会当伫历史的中间，伫咱这个先人的中间。因的牺牲，因的付出，后来必须咱今仔日会徛在。所以今仔日这个清明，我想真侪人去到伫墓地，大家人迄个心境当时是复杂。有人伫咧讲，未来我将来我若死的时，我要海葬，我要甲我的骨肉爷爷当迄个。草啊布，我拢讲好啦，安尼较毋免一挂真好诶墓地，拢叫遐个已经过往诶人占了了，真水诶风水，真水诶地也占了了。啊，到底咱今仔日特别是基督徒要安怎样，要安怎样来面对这项？有人伫咧笑讲基督徒是不好的宗教，我讲无影无食，我讲无影无食。我毋望基督徒真正咱要安怎表现出一个甲即世间不共款的方式，因外口的世界烧香祭拜，然后金纸。你知影伫咧拜祖先啊，拜祖先正式咧拜的时，人若过往了后，迄段时间是爱烧金纸啊，烧银纸。银纸。你知影吼？银纸。因若拄拄死迄段时间，因爱烧银纸。一段时间过了后，因爱烧金纸。你知影银纸是烧啥？鬼。金纸是烧吼。神，啊！在世界祖先，人民烧银纸，看伊做鬼；人民搁烧金纸，看伊做神。以后一个真因，我想，那不管咱怎样，咱基督徒咱伫咧讲，人咧笑咱讲，家族内面若一个人去听到你信道。四个人靠，然后就迄个加一个基督徒，就兼一个中国人，加一个的，因为中国人拢在祭拜祖先，祭拜祖先，啊，因拢把这个祖先当作神，因为伫迄个祖先伫迄个厅遐，就是有得起一个神主牌。人死了后，还有需要人拜。因为这是这个先祖，就是咱的神明，保护咱的家族的神明。所以中国人因为迄个祭拜祖先，把祖先当作神明，当作神。所以呢，拜祖先的时候就用金纸，但是拄拄死的时候，真侪亲族拢唔敢去，因为迄段时间，迄是一个阴魂，较阴这个家庭较阴，惊到。大着，所以就是亲人，
真趁早啊，吼，用决心，啊，迄段时间有啥物事伫遐行啊？啊，基督徒，当拜拜的人，拜拜的人，因有一套因的孝道，迄、那个孝道里边是行五地，行五地。这排的人因真注重是死了后有人通拜啊无？我死了后到底有后壁有人通甲我拜无？因为若有人甲我拜，伊的灵魂就变作孤魂野鬼。所以伫中国人的背景里面，若确实一个有钱人嫁一个人家，无共生一个查某囝。因为只有查甫会当碰到，若无共生一个查甫囝，啊，因翁若搁伫外口，甲人生，还是带一个细伊入来，有钱人会当讲话袂？唔敢讲话，因为咱无共生一个囝，共碰到，迄、那个历代祖先都无人通祭拜，迄、那个神主牌啊都无人通搁继承。你知影历代祖先迄个灵魂无人拜，伊遐个灵魂、死个灵魂都无面通食，会变作妖鬼。所以七月即个普渡是咧拜啥？七月普渡就是拜即个无人拜的孤魂野鬼，互因一年有一摆通好好啊食一下。啊，食了了后，食后顶完八八年就搁滚入去啊。基督徒。咱的看法，咱的生命观，甲伊无共款。你看，即摆伫咧烧，你看即、這个，我伫牧师馆的七楼，我也冒提迄个，那烧乎地府的，烧乎死去的人的灵魂通用的钱，我有到5000万冒一亿的，面额拢真大。啊，其实若要烧遐吼，你变的话，你要用。我咱有看到迄个贵州的迄个面额，哦，我咧个几兆的面额，哦，咱有看到吼。其实，若咧干呐要用纸要用的，要偌大拢不要紧，啊，下骹迄是要烧哦，死去的人的电脑，因为即摆现代人吼离不开电脑甲手机，所以迄嘛拢有啊，爱拢要烧哦，遐个当用的啦。那这是因对这个生命观。基督徒安怎看这人？因真注重啦，因真注重这个死了后，伊的灵魂啊，去到地府，无人通甲祭拜伊的，无人通甲拜伊的，以后变妖鬼。然后，因若无人烧钱给伊的，当伊伫迄个地府的中间，拄到阎罗王，拄到地藏王，拄到这个各国这个牛头马面的官僚。因若有去乌西，因伫遐排过日，所以这去到遐是了最乌西的路用嘛。因为人间的所有的生活方式，因怎啊甲地府化，对，地府化。咱安怎？因为诚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毋通毋知影这项。咱无甲人祭拜，等因拢伫咧注重迄个死后。爱有人通捧到，爱有人通夜香，爱有人通做遐个菩萨的遐个祭祀的事。基督徒，咱讲咱无做遐，因讲咱不好。咱让历代祖先做妖鬼，啊，咱安怎看这好事？基督教一个真要紧信仰的这基础是摩西，上帝和摩西十诫。十诫中间第一诫到第四诫咧讲人啊，你着敬畏主上帝，因为这个世间万物、宇宙、生命，拢是对上帝来创造。既然若是创造，迄拢是一个智慧设计、智慧精算过的一个创造，所以每一个存在拢是极水无比的一个秘密。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，你着敬爱伊。你著敬畏伊，听伊的话，顺从伊的命令。然后伫第五界到第十界，伫咧讲着人着爱疼人。
但是迄个对第四界敬畏上帝，要变作疼疼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紧的迄个关键。第五界伫咧讲着，你着孝敬父母，你着孝敬父母。所以孝敬父母变作十界中间上要对人的伦人伦的中间，人人的伦理着着上要紧的，你爱对孝敬父母。注意哦，基督徒的圣经内面咧讲的，咱是孝敬。你若是有孝，就爱敬爱。你若有孝，就爱伫你的父母的面前是敬伊，是敬伊，唔通偶然。但是中国人的用唔是安尼，中国人的用的是孝有啥？孝顺。孝顺，咱并圣经并无讲孝顺，圣经是讲啥？孝敬，这是足大无同款的所在。咱是对一个男性的主义、男性的文化起来，大部分人伫家庭的内面真强的权威，所以整个家庭是用男性做主张。不管，但是这个用男性做主张。这个男的，这个一家之主，伊不一定逐项拢对。有当时啊，个性真歹；有当时啊，伊真怪性；有当时啊，伊真侪奇奇怪怪伦理道德甲要求。有当时啊，厝内人足艰苦。但是不管怎样，伫中国嘅伦理内面，只要伊是你嘅士大人，你就要孝顺，一直听伊嘅就对。是不是安尼？讲孝顺者。不顺者不好，顺者好。中国的伦理是咧强调迄个顺顺服，所以用这个去到伫阿兵哥的训练，不管中官对唔对，反正你就是拢都爱听，唔听军法。由于这个是伫这是东方这边这个遮，但是圣经发展出来的，圣经上帝和摩西的是伊着敬。孝敬，孝敬的意思是你的父母不一定答应对。当父母若真正唔对的是要安怎？最惊是的面对一个真严，还是讲真有当时啊真歪出来士大人的教育，你会使唔听伊的话，无照伊的款式，无照伊的要求，但是你爱做了比伊较好。伊虽然答应的要求无合情理。奇奇怪怪，但是你无出手拍，你嘛无一定爱听伊。但是你对伊永远伊徛伫你个面前，你对伊有一份个敬意，真强个敬意，你爱表明出来。但是你袂使，你无一定爱完全顺服，因为伊若唔对个时，因为咱个上帝是真理个上帝，是正义个上帝，是爱行公平仁爱个上帝。当你的士大人若真正无下上帝的时，你只有顺服上帝，你会使唔免听叹士大人。但是你不管安怎，你要敬爱伊，敬爱伊，你要保护伊。这是进入伫敬爱上帝，专注对敬爱人的中间、疼人的中间，一个上要紧的是你的大声讲着，你的大声孝敬父母。而且有一段今仔我用的圣经是讲，有几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啊，去问耶稣，讲为什么你的学生无遵照咱的传统，食饭以前爱洗手？请问食饭以前洗手好？好啊，唔好？好啊，这是好代志啊！啊，因。即个法利赛人，即阵拢伫咧研究摩西经典的人，真够读经书的人，即个学者，即个宗教的领袖，因看到耶稣奇怪，即个耶稣教出来学生，他也无卫生，唔啦无卫生，无照传统祖先的传统，咱的祖先的传统，甲咱讲，若要食饭以前，一定爱洗手，一定，那是一个规定。无洗手的人袂使上桌，袂洗手的人绝对袂使提物食。迄是咱的祖先留落来的，按这个修甲真严，
然后收到怎变成一个绝对的要求，绝对的要求。对啦，食饭以前爱洗手。请问即句，若你的孙仔、你的囝食要食物件以前无洗手，你着你会甲拍会甲骂吗？听袂？袂嘛。但是伊甲即个物件定到已经太严去，所以因这规群哦，规群带来问耶稣。啥事你的学生要洗要食饭以前无洗手？你知影讲，规带规群要来质问耶稣，迄毋是小可代志。你当看伊当时的社会，已经甲即个物件，甲一个卫生的问题，甲一个一般咱看做卫生好的一个好的一个习惯，伊甲丢到绝对的真理，绝对的真理。爱用安尼一个质问耶稣，耶稣讲：为什么恁为着遵守传统却违背的上帝命令呢？为什么恁遵守传统？传统是好啦，传统真好。但是为什么恁为着遵守这个传统留落来的规矩？甲亚冠，甲比上帝命令搁较多，搁要紧呢。上帝怎样甲恁讲？上帝甲恁讲的是，恁着孝顺父母，嘛孝敬父母。恁着孝敬父母，但是恁中间偌济人，甲父母等伫边啊？恁认为讲，恁伫社会有伫咧做功德，恁伫社会有伫咧做一挂服务，恁伫咧伫社会做一挂义工，伫咧做一挂，恁伫社会有一挂关系，恁有去宗教的宗教的所在做一挂关系，是毋是基督徒？我已经奉献了教会啊，然后父母全家晾在一边。恁为什么为着恁的洗手无着洗手？恁把这个物件当作遐尼要紧，但是伫民间普遍，人对伊的父母客伫一边，无要无紧呢？因为你会看见耶稣38囡仔，但是伊面对人一波又一波对伊的价值的挑战，伊提出一项，那这个。2000年前，耶稣对因的应答，也都是咱的，也都是咱的信仰的精髓。因为今仔日咱要讲，你按怎样伫咧看咱甲父母的关系，咱甲咱的祖先的关系？咱伫这个只，耶稣佫继续讲，伫经典的中间，上帝讲。就孝敬父母，佮讲，那骂老爸，佮骂老母的，就得佮处死。耶稣继续安尼讲，耶稣佮第五节讲，恁偏偏讲，因为我有看到伫人的中间，两波是真严重。一个是国中生、高中生，国中甲高中这段时间，若无细腻这个青年人，真容易越头过来骂伊的时代人。国高中的学生很容易在情绪控制不好的时候，他很容易转头过来责骂他的父母亲。信心翁，这是不应该的，绝对要禁止自己的。另外一波是当伊个爸母咧衰老的时，会记得当爸母咧衰老迄段，伊变作无理性，伊无照起工，伊逐项都乱了套，但是伊家己无认为伊家己无认为伊是出了问题，因为他已经衰弱，他已经失智，伊慢慢啊失能，伊个一挂机能开始出问题，但是伊无认为伊家己出问题。请拜托，你若孝敬父母的基督徒，当你的父母上70了后，
因有当时啊，一寡讲话较无合情理，因一寡要求较无应该，对你的态度有当时啊，对你家庭的态度有当时啊，真正是伤过头，请拜托你若是基督徒，你有听到今仔日的讲道，你有读到今仔日的圣经，你就退让几下步，你就要退让几下步。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生命的衰弱期，因已经无法换人。你敬爱你的父母吗？退让退让，卖带你电脑，用另外一种心情转化，不容易。我知影真不简单，我知影真不简单。这是为什么？我少年就出去，我直直动，我直直动，动到我的老爸衰弱了，我才回来伊的身边。然后一旦我回来到伊的身边了，无论伊安怎，我绝对无甲伊计较。但是伊若无情，伊真正衰弱以前，我若入去，我会动袂掉，我知影我动袂掉。所以你有当时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啊，即摆问题是，咱要安怎学习看待一个生命开始到七十？有个人七十了，佫真成功；有真侪人七十了，做总统。OK， 迄毋是一般的人。迄拢是稳定恩典，因为真少数会当到。但是我即摆已经到六十哦，你唔通看我，你们不要，请不要叫我是六十岁的老公，好不好？我我来看到遐新闻记者，他们有六十岁的老公。很不是滋味。我还有个叫少年的叫我老公。我讲到七十也阁真好用，我感觉到七十应该阁真好用。但是，真侪人是到七十五了，有时我开始想话就怪异了。有个人也阁真，但是不管在七十五了，特别是七十五了，真正他们我要讲的是遮拜托，咱基督徒真要紧是，咱伫咧注重的毋是死后的祭拜，咱基督徒咧注重的好是生前的孝，生前孝。生前的孝敬比什么更加要紧，生前的孝敬比什么更加要紧。为什么这个时间来转化看一下你的题啊，请拜托加点对啊，对不对？头前的点对啊，这个影片最近咱有人在放啊，这我已经是差不多十年来我放哦，张师大学生在看的。声音还要出来吗？声音还要出来？声音还要？声不够。来，拜托，这样大有声道的意思。这个声会当，哇，我知，哎，这个搁倒退，搁倒退 ，OK， 声若无出来，我用我口鼻。我来试看，你要敢若英语尔？哦，假，你来啊，你来，声你来，声搁较大嘛，变环境啊。这倒有声到意思。你哪个？这是啥？那是什么？这是七条啊。听到了，这是。现在属于领导的。
树林，树，迄是一只鸟。对鸟。你那是？你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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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因为你行过迄个传统，你行过迄个祖先祖先的传统，你迄个祖先的传统，你回头一看，有真侪不卫生、违反人。即马我昨昏去去望地去公墓，已经看到遐伫咧宣导清明节。清明节即马咧宣导清明节，烧较侪金的，然后是不是？即摆今日宣导，唔爱烧香啦。但是古早，你若要求好是大人，你就要烧得越多越好，越多越旺。因为你搁转来看，你今仔日徛伫即个十字架的下骹，咱伫咧看所有的物件，原来是我们的信仰。比什么搁较先进，因为这个是对圣经予咱，这经过几啊千年无改就是无改，啊因直改，啊因哪改哪符合咱这边遮，因哪改哪符合，但是几啊千年来，他们已经落后了好几千年，啊咱是对古早到今嘛，因为咱今嘛咧讲的是各位，咱来甲今仔日这个新约圣经咱读一个好无？预备来。如果有人照顾亲戚，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他就是背弃信仰，比不信的人还要坏。那个是摆对的。如果有人照顾亲戚，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他就是背弃信仰，比不信的人还要坏。因为你真正是一个上帝的子吗？你真正是一个基督徒吗？耶稣说，去吧，去好好善待你的亲戚，你的邻居，特别是你自己家里的人。这个就是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信用。我们敬爱，我们敬爱上帝的人，你大声倒转去照顾你自己的亲戚，特别大声转去照顾你家己的父母，因为唔通讲我已经甲父母我请一个外劳予伊啊，然后你就唔免转去甲看，拜托。你若甲他请外劳，怎较少转去甲看？就亲像耶稣咧讲的迄个，耶稣伫马太十五章所讲的迄个，我已经该滴咧予你啦，该出钱的我出啦。钱出了，有人来甲你顾，安尼就到遐。No， 迄毋是，迄毋是咱来讲的。真正是大人的爱的是我的囝，你伫倒？我的囝，你有拍电话无？我的囝，你外口平安无？你若给我一通电话，我知影你好势好势。做是大人的，得做心安。然后你着照安尼。我要求我的学生，逐礼拜一定要甲是大人拍一通电话，甲伊讲。爸爸妈妈，你平安无？爸爸，你做张氏大人就好势。敢若听着安尼，爸母若要甲恁问两句话，啊，逐个人讲两句话，安尼彼此心安。即个就是现在你做学生的人，你会当对许多人的敬爱。你伫遮，下家遐有一个家庭，家庭的英语安怎讲 ？Family，family 意思是 family。family， 你那个拆开 family 真正意思伫遮 ，father and mother，I love you。father and mother，I love you。所以最敬的人啊，无论你的是大人，你年龄到底什么，你得对永远对伊讲 father mother， 爸爸妈妈，我疼你。爸爸妈妈，我疼你，我就无甲你计较。爸爸妈妈，我疼你，我就袂去超切你的对。即摆已经老啦，是干那想着讲，干那想着过去，阮少年，你怎为着阮付出？即摆你已经年老啦，你嘛贡献到遮就好啊，唔通阁为着阮直直来。拜托，你若已经到七十、八十啊，你要阁直直疼囝、直直付出啊，阿免。拜托，你若已经七八十啊吼，你唔通阁提钱吼，恁囝好唔好？我爱给囝来提钱，好你好吗？
我今年六十哦，我即全部转去文科啊，我讲无顺利咯，我拼钱转去文科啊。我个囝讲到这为止啊，恁爸伊撑到无不倒。即摆过来，我等恁的会使卡一张副卡好啊。拜托，恁若会摕钱哦，囝，表示你会伤过头关心，你会插伤济。你已经该贡献的贡献了，你爱好好享受你应该有的年。子孙的代志也好，子孙家己去处理。我安尼讲，你要讲阿面无？对啊，你莫搁插伤济，袂使搁提钱给囝，会使压钱给孙，干嘛？我即马最戆了，我知影。还有孙怀义，还有孙怀，他爸爸压。夹钱后，孙会当阁甲孙管伤济啊袂？拜托哦，你若提出夹钱后，孙会欢喜哦。但是夹钱后，孙了你阁甲管东管西，所以夹的遐钱全无计来去。因为孙会足无欢喜，你阁甲管东管西，伊上面甲你提红包欢喜个，啊你阁要甲交代伊怎？你遐怎拢放水了？无参加，所以拜托。你即句最后讲阿妈的吼，我咧交代每一位哦，头头仔也无顺，唔通伤济，少少也着好，红包拢少少也着好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该讲阿公阿妈听你，上帝听你，爱去教会，爱要祈祷，唔通你非常，安尼着好啊。虽然你莫管伤济，哎，元旦伫教会内面，正咱来祈祷，因为我教会是一个平安的托家庭，因为咱这个信仰对上帝了。上帝是咱永远的根本，孝道饮水思源，到最后咱要引到伫上帝遐，因为最后性命拢伫上帝来。大家要讲啥？阿妹，咱上来记得，关注上帝伫阮的中间，伫这个家庭的中间，你永远是阮家庭的主。这个世界，这个社会，你是主，包括你最王。我都你管理，我都是你的老婆，我只有对你领受一句，就彼此三听，特别三听是对听家己的父母来开始，感恩祈祷，靠主圣名。是时点接的，来接。